通宵看春晚。胖胖正在编辑2024年的第一条朋友圈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看彤彤抱着盲盒看春晚。彤彤，你是看春晚还是想拆盲盒？看一会儿春晚再拆盲盒啊。人生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了原地。大晚上的小吃凉的，给我吃了吧。那你还吃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大人不怕凉。妈妈，你这叫装逼哦。陪我过新年，姐姐，我们一起来拆盲盒吧。你先拆，我先敷个面膜。哇塞，妈妈，他们的衣服好漂亮，这穿搭太酷了吧，而且这个服装材质都是植绒的，手感特别好。再看一下他们大眼睛，都是有水灵眼片的，不灵不灵的。这是美拉德、甜酷、多巴胺、千玺、辣妹，来到我的小桌子上喽。新年好呀。